哎，哥，又开饭了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这给你朝阳姐准备的。手干净卖的呀。你拿走吃吧，别再动了啊。同月不是有那个林大厨吗？那还能有我做的好吃啊？有。有时候有，不相上下。就算人家做的比我好吃，那他也没有我了解朝阳的口味。就好比这西红柿炒鸡蛋，你朝阳姐就喜欢吃甜的，不喜欢吃咸的。这个鸡蛋呢，朝阳就喜欢吃碎一点。哎呀，算了，跟你说你也听不懂。嗯，一个番茄炒蛋，你能给做出米其林餐厅的味道？去去去，走了。